全台湾头日头绕苦梦应急思考采业重提，草本一地苗栗人后两海顺进行来启动。民航局主委托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来进行重提的竞聘，规划了一条由三百工厂安装、二十工厂安发的浪机炮头，还有三个直升机老道先日机的采业器，也是全台湾头日头标准的梦应急示范考场。那载具起飞之后维持在一定的高度，一到两米中间。主要也是考分，主要也是测验考分的方向感，执行的动作流畅度。考生就听点气功，比到半天高天高，办事水平严格的项目，就算是在参加，也是交通部民航局招民航法家庭的遥控无人机专属顾客。在美丽市和平公园设的关于头一次无人机出口参加重启，还没走几天，六百五十公斤以上的无人机英国的注册管理两公斤以上要靠牌业。无走法注册，做得翻三到四分月；无排业去比下，做得翻六到三十分月。唔都好比到去金鸿去，乖乖三十分月送。在机场限航区的罚款非常重，30到150万。但法规施行以后呢，我们依照新的证照跟考验制度，会有不同的驾照跟飞机的检验。无人机的产业创新提供便利，交通部长林佳龙媒体剪彩。林佳龙指出，无人机产业运用的方面众多，大部分法律客户产业韩国三 B 需求的管理，产业创新可以使用的无人机要靠排业控制图，每一位新的进展。这个是里程碑，那同时呢，也启动了我们遥控无人机专业化证照制度的开始，这个是格外具有意义。苗栗无人机产业创新，现政府区内无限制比红的素材，基础无将人口较侪的素材。一六六六就是考教亚洲同时经验，前后会发通场所。民航局讲，投入到去考牌级的测验，主要都是公部门人员，主要门考考同出考的测验。现时报考委员数已经大概有430人嘞，而相对旧年十五月就要开始测验。下个新闻用完了，苗栗报道。